射箭是中国古代绿艺之一，而弓箭是军事和狩猎活动中重要的武器。射箭是用弓将箭射出并射中箭靶的运动。射箭比赛时，命中靶的箭越近中心，环数就越高。子曰：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虎。射箭是一种修身养性、培养君子的方法。